衬衫，垂头，跑鸣，涌进四海，打理百王相尘，万事涌来，大离帝女。金沙，小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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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不能振作一点？九云大人绝对不会允许你这样。九云说过，他说，只要我快乐。可是我现在除了快乐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你知不知道九云大人去了哪，在做什么？九云大人去了他的宿命之地，那能够诛杀国师的金银石，他现在极度危险，随时都有可能。他不敢告诉你，因为这些都是为了你啊！你还不明白吗？什么宿命之地？他在哪儿？我不能告诉你，反正九云去了那就……告诉我他在哪儿？他把与我连通的镜子留下了。没有镜子，我便没有办法看到他。镜子，他身边有我的铜镜。铜镜？对。好，快！九云大人，九云大人。九云大人，九云大人，九云大人，这是在哪？是极北之地的火山口。极北之地，极北之地，快马加鞭也要数十日。我可以带你去火山下的冰河镇。休想毁了灵灯！小白，我要去找九云。你是剑仙，不能来极寒之地，是不是？啊！前面冰火交替，你不能出来，你会碎掉的。可是，你守在这儿，我追大大回来。小川，你有什么办法能把他找回来？小九云还没自行焚化，居然撑到了现在。我有的是时间陪你慢慢好。你可以慢慢熬，可有一个人，他等不了了。秦川，他就要来了。什么？我会替你做个好人，把灵灯灯芯的事情全都告诉他。痛苦吗？绝望吗？
我就是要让你带着这种心情灰飞烟灭，我便能彻底的将灵灯毁灭在火山之中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天地间就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妖族的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这是我师父修习的道场，我就在这儿精进修为，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，好开心啊！你干什么？我就想我自己在这儿挺闷的，刚好想你陪我说说话嘛。我刚好还有事儿，你自己在这儿休息吧。哎，我装的不像吗？你到底是谁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们之间可没那么亲密。李渊，你是我孕育的，为父这几日被锁灵钉所困，痛不欲生，你快帮帮为父吧。父亲不要，父亲，我现在两力归位，不再需要分神被残躯拼杀了。你的法力是我给的，你还给我。大黎的帝女，你与灵灯结契，荡敌天下妖魔，以灵祭灯，真是好感人呐。告诉我，傅雄鹰在哪儿？别着急，跟我来。就在这儿。秋云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你做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我在等着他焚化呀。你应该比我清楚。哦，你是不是不知道点燃灵灯的办法呀？点燃灵灯就需要灯芯归位，那傅九云是灵灯的灯芯，他出生于这火山，也必将归位于此。如果你点燃灵灯，他便会化为灯芯，直至燃尽，你们俩都将身死。他没告诉过你吗？灵灯是我的，与我生来有所感应，现在灵灯已经不在灵鱼城了。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。灵灯我不能给你。一座城一盏灯牵成了相思，冥冥之中梦里共烛三千尺，纷纷细雨迟，彼岸花又湿，浪迹了谁发过的心。哦，对呀，丹心，他怎么会告诉你呢？他当然要百般的阻挠你，欺骗你，不让你拿到灵灯。
他也是怕自己会死，你呢须臾间的国仇家恨，和他要延续百年的性命，那是多么微不足道啊！更可笑的是，一个堂堂的仙人，竟然自私到如此地步。他枉费了你对他的一片真心，现在傅九云还在苦苦支撑。 我要是贸然拿你相逼，反倒激起了他的斗志。我告诉你真相，我是不想见到你那么死心眼儿，而又不明不白的被他骗。不会的，九云他不会骗我的。 九云他不会骗我的，我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求你！真没想到，大黎的帝女竟然跪下来求我。好啊，那你就劝劝他，劝他好好的焚化，他还能。 少受点折磨，好好想想。我会追随你直到今生今世，看看繁华似锦和你的样子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哪怕追天涯。 只从一相遇一开始，提及的每个字都是只守护你的样子。从今往后，你却总会姗姗来迟，飞舞。答应你，青春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带我去见他。想好喽。想好。 傅九云，你快睁眼看看是谁来了！川儿。 不过我发现，我无论做什么都无法阻止你，川儿。当我决定把灵灯给你的那一刻，我便暗下决心。你若是一点灯，我便化作灯芯，让你点燃，让你永远不知道这些。
堂堂大黎帝女竟然言而无信。傅九云，你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，有什么能耐和我斗？九云，就算我还剩一口气，你也休想动秦川一下。九云，大黎的帝女，你亲眼见过至亲死在眼前，那挚爱呢？我要让你欣赏一下枯萎的灯芯是什么样子的。小白，小白，你们都不让我来，现在还不是一样需要我？白月星云镜，你不过就是个镜仙，何必这么折损修为呢？我要的只是傅九云，若是你再这么挡下去，可是会碎掉的。小白，徒儿，我的徒儿，徒儿。是。公主殿下，你不喜欢白纸仙术？这法术只能变个青蛙、老虎什么的，到底有什么厉害的？白纸仙术，它的最高境界不在于一时的修炼，而是愿以身作引。终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小川，小川。
既然冥顽不灵，那就都去死吧！ 君，君，怎么回事？秦川怎么了？他为了救我，刺穿了自己的心脏。我来。我封住了他的心脉，他失血太多了，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，将血搬出来。 出去，是我，都是那厉远诓骗我，才着了他的道。九云，九云，放了我吧！你打算把他怎么办？一切浩劫皆因他的贪念而起，他欠小白一条命。不要杀我，九云，我知道错了，放我条生路，放我条生路，九云。 你去问问小白，放不放一条生路？没事，这儿的人。
生路，放我条生路，求求你了，放了我吧。我都是被逼的。老东西，便宜你了。九渊，这天怎么又变了？太邪门了！如何？要是再多一寸，就是咱们神仙都救不了的。他这次精元损耗太大了，怕是要折寿喽。他若是点燃灵灯，生命只在朝夕，折不折寿的，听起来像个笑话。哎。现如今他知道了你是灵灯的灯芯，他到时候就未必想点你了。我倒是希望他知晓我是灯芯之后能果决一些。为什么？同生共死，我们都不怕，唯独怕的是他为了我的生死放弃自己的夙愿与执念，最终生活在痛苦之中啊。九渊，你不觉得方才的火山十分蹊跷吗？确有蹊跷，火山妖王，怎么了？很疼吗？醒了，怎么样？哎，别动，伤口裂了，我帮你涂药。
们还活着。是啊，是你救了大家。那妖怪跌下了火山，我们都活下来了，还拿回了灵灯。小白呢？怎么不见他人？那你看，小白不是在这儿吗？小白消耗了太多的心力，睡着了。那你也知道的，他平日里最喜欢睡觉了。我们不要吵醒他，让他好好歇歇。好，你以为你这伤口的伤是谁包扎的？疼得好几咬我，这样的疼你是不是经历过很多次啊？很多次。那你疼的时候咬谁啊？小白？那你要是被点燃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很疼？好了，九爷，我想吃所有饼了。好，我们明天就去吃。这酥油饼可比仙药灵多了，吃上一口什么毛病都好。那是自然，到时候我也想开一家饼店，招牌上就画一个油壶，上面写的悬壶济世，治饼救人。试试。姑娘是赶上好时候了，咱们桃源镇啊紧挨着李国，一年前别说是开肉饼店了，邻里们在家都不敢煮肉，生怕把那些妖怪给招过来。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妖怪们一大半啊都去了南蛮之地。我听道士说，是他们的妖王回来了。你们安心开着你们的饼摊吧，不管是李谷还是桃源镇，以后不会有妖了。这天下怎么会没有妖呢？那得请多少个道士啊？请什么道士啊？自然是点。
老板，饼糊了。呀，我说这什么味儿呢？川儿，如果我们开饼店的话，我来和面吧。那和面是技术活，你顶多是收着钱。神仙不沾铜臭的，我就画你说的那个油壶怎么样？那你还是写字吧。我总有一技之长吧，再不济，写副对联总可以了吧？是什么？你嘴上有油渣。滚蛋！老板，哎，再来两张饼。好嘞。凡事的情怀。